OK，不是说接下来要讲宠物吗？是啊，所以呢，不对，所以捕猎很像有新的，它是随机出来的吧？但是重点是我们的中午讲完了吗？对，开始重点嘛，你中午还没讲完，讲宠物干嘛？是比。所以大大，你先把中午讲完。中午没讲完啊！不要啊，他又更新了，各位观众。嘿嘿嘿，我真的笑了。哇，这期是谁出的？一直在偷更新呢。烈焰清风剑哈。来不及讲啊。神兵又出来了，这个封住一下是金部的，因为我们一般比较常碰到的是三部的嘛。其实我觉得这里可以讲一些初始装。OK，拜拜。然后大家知道我的态度就是说，我通常一集会有两个重点的哈，那另外一个重点可能会把一些低端的装备给你们稍微看一下。其实他装备不多哎，怎么办？好好玩哦。你做的重点要怎么讲啊？其实我也不知道，对吧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不知道啊，第二个重点要讲什么啊？第一个重点就看一些东西，看一些道具哈。对，我一直忘记来领这个。刘备。我觉得第二个重点你可以讲一些。讲一些技能吧。对，我全新的活动都出来了，我的天啊！